回溯历史瞬间，揭开尘封档案，穿越时空迷雾，还原历史现场，探究未解之谜，打开档案，破解幕后悬疑，洞察事实真相。14年前，他被推进手术室，成为中国年龄最大的换心人。他要挑战的将是心脏移植手术的医学极限。面对从未有过的医学先例，年过古稀的他再次拿起了手术刀。手术的成功对他而言只是锦上添花，但要是失败了，可能就意味着职业生涯中的一抹败笔。饱受病痛折磨20年的患者，意外得到一颗近乎完美的心脏供体。面对这次千载难逢的换心机会，患者却为何一心求死？毕竟，现在说的不是换衣服，而是换心。惊心动魄的6个小时，生命随时可能终止。两位特殊的医生和患者能否成功挑战心脏移植医学史上的禁区？档案为您揭秘哈尔滨换心人的传奇经历，上集。2000年1月14日凌晨4点，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有个大夫不断地翻看着各种病人的资料。这位大夫叫夏求明，今年已经74岁了。他在中国医学界有无数的头衔，是个响当当的人物。1个小时之后，他将有一台非常重要的手术要做。这其实早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上手术台了，可他还是有些控制不住的紧张。毕竟他要进行的是一台事关患者生死的心脏移植手术。患者及患者家属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虽然他是心脏移植领域的专家，但是这一次手术他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因为这次他面对的患者太特殊了。他要挑战的将是心脏移植手术的医学极限。即将要进行这次心脏移植手术的患者名叫杨梦勇，时年57岁，患心脏病已经有20年的时间。就在手术前的半个月，杨梦勇的病情突然恶化，被送进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急诊室。然而初步的检查发现，杨梦勇的病情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医院诊断，杨梦勇所患的是一种叫做心肌扩张的心脏病。我们来看两张片子，这张是正常的心脏，而这一张是杨梦勇的心脏。通过这片子可以看出来，杨梦勇的心肌扩张十分严重。我们来看一下啊，杨梦勇的这颗病态的心脏比正常的心脏要大上3倍，胸腔里几乎没有了搏动的空间。杨梦勇的心脏只能是轻轻的跳动，动脉和静脉的血液无法流通，供血不足，导致他的内部脏器瘫痪，他的脚、腿、腹部全部开始肿胀，头也肿得跟篮球一样。医生告诉杨梦勇，如果进行常规的药物或者保守治疗的话，他的生命最多再支持1年，而且这一年里杨梦勇是不能离开医院的，否则哪怕是小小的感冒都有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只有进行心脏移植手术，杨梦勇才有活下来的可能。杨梦勇听完医生的介绍后，想都没有想就拒绝了手术，他要求立刻出院，放弃治疗。那么杨梦勇为什么
要舍生求死呢？57岁的杨梦勇是黑龙江一家杂志社的编辑，老伴儿李广平是一位退休工人。两个人长达40年的婚姻，竟然是杨梦勇一心求死的源头。年轻时的杨梦勇是个喜欢文学创作的文艺青年，而妻子李广平则是大字不识几个，日子长了，两个人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李广平是急性子，而杨梦勇是个慢性子，两人常常因为生活上的一点琐事吵架。经过反复思考，他向妻子提出离婚，李广平始终都没有同意，希望用真情感化丈夫。离婚的想法得不到实现，杨梦勇感到自己已经无力摆脱这种状态。两个人就在紧张的氛围中度过了10多年的婚姻生活，三个孩子也相继出生了。由于长期过着压抑的生活，妻子患上了严重的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常常无端的发脾气，这使得两个人的关系越加恶化。就是两人那个性格吧，就是一直就是顶着的，不说话正好，说一句话就顶上了，马上就顶。这个离婚这个提出很复杂，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如果能找到一个能理解我、支持我、没有这么多毛病的这个女人，我说我估计我能发挥出很多很多的这个才能。沉浸在痛苦中的杨梦勇开始自虐，对婚姻失去信心的他更萌生了死的念头。37岁那年，他患上了心脏病，严重的心绞痛和心率过缓折磨得他度日如年，住院成了家常便饭。妻子一次次到医院守护他，给他带来热乎的饭菜，可他对此却很麻木。杨梦勇开始不断离家出走，少则2天，多则2年。1999年，杨梦勇带着一颗真正意义上的破碎的心回到了家里。杨梦勇被心脏病折磨了10年，尤其是随着病情的进一步恶化，更是连走路都困难，整天生活在阴郁和痛苦之中。本来性格内向的他，就更是连门都不愿意出，话都不愿意多说一句。婚姻生活的不幸福，再加上病痛的折磨，杨梦勇觉得自己是生不如死，靠自己排尿排不下去了，打一支速尿可以尿一洗脸盆满满的，就是把身上水全部给那个吹下来。所以当时我已经，我说如果是让我这么活着，我说那真不如死了，所以我当时我就不想做这手术。而一向喜欢与杨梦勇唱反调的妻子李广平，却找到医生苦苦的哀求，希望医生能做手术，救自己的丈夫一命。为了激起杨梦勇的求生欲望，李广平甚至提出，只要你答应手术，咱俩就离婚。看着与自己吵吵闹闹40年的妻子倾尽一切只求让她能活下来，杨梦勇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事实上，杨梦勇的内心也很纠结，有哪个病人不想让自己的身体赶紧好起来？又有谁愿意躺在床上浑身插满了管子呢？杨梦勇总觉得这东西搞不好会人财两空，自己不但救不活，还让家里背上沉重的负担。毕竟现在说的不是换衣服，而是换心。换心手术，一场死神与科技的较量，是什么让他们陷入两难的境地？这手术做还是不做，无论对于杨梦勇还是夏秋明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回心转意的杨梦勇还能否抓住最佳的救治机会？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即使到了科技发达的今天，换心在很多人眼中仍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人的心脏怎么可能换到另一个人体内呢？心脏是人体当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它的大小大约和拳头相近，重量呢一磅左右，换算成市斤也就是0.9071847斤。心脏的位置在胸骨后方，靠左一点。心脏的主要功能呢是泵血，换句话说是血液循环。如果讲的再通俗一点，它好比是人体的一个发动机，如果发动机的动力不够了，那么整台机器都会出问题。很多原因都会导致心脏的体积增大、重量增加和泵血量减少，进而产生各种心肌病变和心功能不全。心脏移植手术就是把一台因病而丧失了功能的发动机换成一台完好的发动机的手术。器官移植是人类从古时候起就有的想象，中国古代名医扁鹊的换心传说就是最好的例子。等到了2000年的时候，器官移植已经从幻想变成了可以实现的治疗手段了。那么换心呢？1967年，南非开普敦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成功进行了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可移植之后，患者因为肺部感染仅仅存活了18天。我国的心脏移植手术起步较晚，1978年由上海瑞金医院张世泽等医师完成了我国第一例人体心脏移植手术，患者存活了119天。心脏移植是在传统的治疗手段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治疗方法，是当前国际公认的治疗终末期心脏病的有效治疗手段，但只能是延长人类生命的姑息性治疗，因为它的代价太大。因为移植后器官的排斥和供体受体选择标准等一系列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心脏移植手术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为了打消杨梦勇的顾虑，哈尔滨医大二院找到了一个人，夏秋明，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心胸血管外科医教研工作50多年了，在心脏移植领域堪称专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脏器移植在世界范围内刚进入新阶段的时候，夏秋明就将自己研究重点转到了心脏移植上来。在课题组进入准备阶段时，年近60的夏秋明是图书馆的常客，常常从清早待到深夜。到了周日，他和助手们会准时出现在实验室的手术台前，一次又一次地做着手术实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夏秋明的妙手成功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第一例患者，他叫杨玉民，1958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风镇。33岁那年，他患上了心肌炎。和杨梦勇一样，杨玉民经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确诊为扩张性心肌病，并伴有心力衰竭。当时心脏移植手术在中国的成功率仅有40%，在美国是50%，但杨玉民愿意冒险一试。1992年4月26日，杨玉民在哈医大二医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供体心脏是一名23岁的脑死亡患者的心。手术由著名的心外科专家夏秋明教授主刀，进行了4个小时，医院动用了上百名医护人员，仅手术缝合就达到1000余针。这个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院首例心脏移植手术
就获得成功。术后的杨玉民要时刻与伴随着他的免疫排异反应做斗争，要服用和注射大量的抗排异药物。杨玉民手术后存活了18年，成为至今中国乃至亚洲心脏移植后存活时间最长的人。但是夏秋明并没有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又在挑战巅峰之后，他大胆地对心脏移植术进行探索，相继应用全心移植法和双腔心脏移植法，成功完成了心脏移植手术。从1992年到2000年，夏秋明已经做了10几例心脏移植手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心脏移植领域也属于全国领先水平。就这样，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杨孟勇算是勉强同意了进行心脏移植手术。可又一个难题随之而来，对于心脏移植来说，要找到合适的供体是最困难的事情。不光因为供体来源十分短缺，更因为心脏移植不只要求血型相同，而且大小、健康程度等很多医学指标都要求得非常严格。这也是心脏移植要比其他器官移植更为复杂的主要原因。有些患者就是因为久久等待，无法获得合适的供体，而失去了救治的机会。那么好不容易决定进行手术的杨孟勇，能够及时幸运地得到合适的供体吗？杨孟勇非常的幸运，在他决定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20天后，医院便为他找到了近乎完美的心脏供体。这就如同是上天专门为他准备好了一样，很多患者配7、8个都配不上，而杨孟勇只配了1个就配上了。血型 HLA 以及淋巴毒素等等都非常的合适。可是此时夏秋明和杨孟勇的主治医生反复地在研究着他的病历，气氛显得十分凝重。如果杨孟勇在年轻10岁，那么手术的成功率将可以达到80%。原来虽然心脏供体的配型非常合适，但是由于患者的年龄相对较大，所以他的抗排异能力就比较差了。当时国际上一般都把接受手术者的年龄限定在55岁以内，杨孟勇当时已经57岁了，给年龄如此大的患者进行心脏移植手术，这在当时我国还没有先例，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这手术做还是不做，无论对于杨孟勇还是夏秋明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面对从业生涯中前所未有的挑战，究竟是锦上添花还是职业败笔？而这对于研究了大半辈子心脏移植的夏秋明而言，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惊心动魄的6个小时，手术能否突破医学奇迹？而杨孟勇也就此成为当时中国最年长的焕新人。档案继续为您揭秘。面对从业生涯中前所未有的挑战，究竟是锦上添花还是职业败笔？而这对于研究了大半辈子心脏移植的夏秋明而言，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惊心动魄的6个小时，手术能否突破医学奇迹？而杨孟勇也就此成为当时中国最年长的焕新人。档案继续为您揭秘。杨孟勇当时已经57岁了，给这么大年龄的患者进行心脏移植手术，在我国当时还没有过先例，而且这种手术有着非常高的风险。而夏秋明当时也已经74岁高龄，正常情况下心外科医生65岁之后就不会主刀了，
他在医学界的成就很高，手术的成功对他而言只是锦上添花，但要是失败了，可能就意味着职业生涯中的一抹败笔。心脏移植对于杨梦勇夫妇来说是仅剩的希望，前面无论是刀山还是火海都要尝试着闯一闯，而这对于研究了大半辈子心脏移植的夏秋明而言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2000年1月14日，57岁的杨梦勇作为当时中国年龄最大的换心人被送上了手术台。在杨梦勇要上手术台之前，妻子李广平特意准备了整整一大卷的红毛线，她默默地将毛线系在丈夫杨梦勇的手上。李广平相信系红线保平安，只要把这红线系到了丈夫的身上，就一定能把丈夫活着从手术台上给牵回来。杨梦勇认为这都是妻子愚昧无知的表现，他毫不领情，把这些红线通通都扯了下来。妻子李广平仍旧是一言不发，她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又把这些红线系到了丈夫的身上。你系了我就扯，可几个回合下来，杨梦勇索性由着妻子吧，在给杨梦勇的双手双脚还有腰上都系好了红线之后，李广平突然转身跪下，冲着医生就磕了三个响头。看到妻子的这般行为，杨梦勇的心突然为之一颤，他第一次这么多年来冒出了想要活下去的念头。器官移植要求移植一个活的器官，手术切的心脏器官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器官，在35到37摄氏度的常温下短期内就失去活力，所以现在国际上常用 UWE 保存心脏器官，多数外科医生将心脏保存时限定为5小时。心脏停跳直接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功能问题，而大脑的缺血缺氧时间是不超过5分钟，人体的死亡以脑死亡做标准，所以人心脏停跳后不采取任何措施只有5分钟，整个手术必须十分的精确，稍有不当患者就可能当场丧命。于是一幕生与死的大戏在早晨5点钟准时上演了，这种手术算得上是真正意义的惊心动魄，一把锋利的柳叶刀一点点地把心切除下来，放在手术室的盘子里。止血前，手术刀手提是震动电锯，如流水般递向夏秋明，手术刀沿着锁骨向下划开皮肤，刀口延伸至肚脐处1寸，手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夏琼明的手术刀小心翼翼地沿着右房室沟切开，上下扩展，延伸至左心房与静脉窦开口处，一直戴着胶皮手套的手握住心脏，轻轻向左侧翻转，一颗多病的心脏终于从胸腔里取了出来。因为要获取第一手的影像资料作为医学研究，这次手术被全程记录下来，但是为了保密的需要，我们无法在这里呈现给各位。但是后来杨梦勇写了一本自传，叫做《活下来再说》。在这本书里对于这台惊心动魄的手术有了这样的描述，我们为您特意摘录了其中的2段，一起来看一下。我的胸腔中原来心脏跳动的地方现在已空空如也，供给我维持生命的心脏也在同时离开供体，
被装在一个密封的容器中，以最快的速度送进了手术室。经过修剪，与我仅剩下很小一部分的左右心房吻合。夏秋明教授手拿弯针，刃上一根聚丙烯线，这个慈母一样的心外科专家为儿女缝补衣裳似的，一针一线为我缝合心脏，缝合主动脉血管，缝合肺动脉和上下腔静脉血管。在经历了6小时10分钟后，手术终于顺利完成，而杨孟勇也就此成为当时中国最年长的换心人。我手术醒来的时候，一直到离开重症监护病房，连一丝的疼痛都没有感到。那时候那个我手术的第一天晚上，10个人看护着我，那个护士长就说，哎呀，他说你这辈子，他说你也够了，哎，他说还有谁能享受到这种待遇，10个人看你一个晚上，就瞪眼睛不睡觉。其实作为手术本身一样，又成功，啊，又没有疼痛，各个方面都非常好。但是术后要想闯过感染关和排斥关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期间他不能离开重症监护室，守护他的只能是医护人员。醒过来，没有见到妻子，杨孟勇的心里突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门外有哭声，那是妻子激动的声音：“你们真的把他救活了？”手术后，杨孟勇的身体恢复得十分快速。然而，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手术竟会给杨孟勇的人生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场医学奇迹为他带来了崭新的生命。从不善运动到生龙活虎，是什么让他术后精力充沛？从沉默寡言到暴躁易怒，又是什么让他性情大变？有人甚至开玩笑说，杨孟勇是不是被鬼上身了？一颗年轻的心脏挽回了一段失败的婚姻，从绝望自虐到恩爱相守，是什么让他回心转意？难道只有经历了苦难，真情才能显露出来？年近60的老人开始穿衣打扮，爱吃零食，甚至满头黑发。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改变，是心脏记忆还是另有玄机？看似返老还童的杨孟勇隐藏了怎样的医学之谜？档案为您揭秘哈尔滨换心人的传奇经历，下集。